宝来和捷达的区别。宝来是一汽大众第一款自主设计的车型，被誉为是一款传承经典、超越经典的新车。而捷达是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的合资企业，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的汽车品牌。那这两种车型的区别是什么呢？第一，宝来和捷达的变速箱不同。宝来的配备六速手自一体自动变速箱，领先捷达自动变速箱。第二，底盘技术不同，宝来的底盘操作性相当优秀。第三，发动机技术不同，捷达和宝来的发动机主体一样，但宝来的发动机是德国大众发动机的专利，这种发动机主要适合城市平坦的路况，具有环保节油等特点。第四，安全配置不同，宝来具有电子差速器锁和牵引控制，安全性上又提升一个档次。